为了成功赢得鹿港镇长的宝座，鹿港镇长候选人潘顺良十四号暗时伫鹿港镇公所头前举办造势暗会。镇长竟然是将身躯顶的重担交予潘顺良，希望伊会当接下这个重担，延续对鹿港的建设。镇长竟然是将身上的重担交予潘顺良，希望顺利当选镇长，为鹿港的乡亲服务。随着时间渐渐接近，鹿港镇长的选情也愈来愈激烈。为着要让鹿港的乡亲了解家己未来施政理念，鹿港镇长候选人潘顺良特别举办造势暗会，包括立委洪宗义、陈素月、黄秀芳等人嘛拢到场收听，为友台造势。那里是吼啊，顺良吼啊，参选鹿港镇长啊，黄建安镇长啊，要来传承给我。担任鹿港镇长，和我承担六年75个国家历史风景区所有的建设吼，一定爱要完成。所以六年75个，就是要伫六年内拢完成。所以要拜托大家吼，一定要顺良一个机会啊，县长一票啊，卫民局一票啊，镇长三号潘顺良一票，鹿港也赢，彰化都赢。所以拜托乡亲士大。给阮一个机会，给孙良一个机会，给委员长搁连任，把所有六年75个，给镇长潘顺良来承担这个责任。啊，大家这么多人来给我打气，后立委洪宗义立委，后陈淑慧立委，黄秀芳立委，陈秀宝议员，哦，咱的林世健议员。爱国上议员，哦啊，足侪里长，啊足侪长辈士大来关心顺良这次啊参选鹿港镇镇长，星期三号潘顺良，拜托大家，拜托。现场嘛来了真侪支持者到场收听，希望予潘顺良顺利当选镇长，将鹿港的建设搁较好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顺良，顺良，顺良，倒算，倒算，倒算。